嗨哥，嗨，早安。你为什么要把这个带回旅馆？那个，这个是秘密武器耶！哇，他们秘密武器耶，那不随便曝光。这什么胎？什么胎？这个 CRS 啊，南港的 CRS 啊，拿这个来甩哦。对啊，当然啦、啊，我们车要飞，要飞，这个赛道一定要飞，你没有飞就开不完。我看昨天练完车，好像大概你比较 OK 而已。其实昨天我一直在试，我到底要飞多远啊？我一直在测试啊。这个也是啊，他昨天那个什么铁板跑出来撞到他了、啊，那风吹的，我们都有看到。那叫落山风，因为这个时间点的树荫，它的从山上下来的风很大啊，所以呢，它下来的时候不小心把那个铁板往外吹，那、啊、铁板就不小心撞到我的车。是。如果它飙出来，差个大概0.5公分就没事。是。欢迎来到今天的影片，是的，没错，那今天就是小组赛的第二天，也就是正赛的第一天了。那通常来说啊，会在第二天的早上会比较有那个比赛的感觉啦，因为像在昨天其实都还是在练车嘛，那人也不会到太多。但是从今天开始啊，已经要开始跑正赛了嘛，然后还有就是来到这边的第一件事啊，就是去跟大会做报道，然后还要开车手会议这样子。而且在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蛮有仪式感的事情，就是车手啊在一走下游览车之后，会直接去把车子做发动，就是开始暖车这样子。那个时候其实整个场地啊都是那个怠速的声音，我觉得那个听起来就是真的会有一种血燃起来的那种感觉。哇，刚刚樱木志哥的车、啊、好像有点状况，我们现在要赶快到场内去看了。哥怎么了？坏啦、啊，风轴坏啦。机师长他有救吗？没救也要想办法。看你面有难色的。好嗨啊！这次的赛会他们没有准备拖车，所以我们只能临时用摩托车，要把树拉上去，这真的拉了上去吗？不要太拖哎，摩托车有800斤。整个伤号中走了，等一下就把它停起来再看看这样。然后
虽然说是这样讲，但是我们预赛已经快要开始了，不过还好，因为印度队的 A Plus 组啊，它是在比较后面才要跑。车，机子好燥哦，要绑起来吗？烫啊！不不烫，好冰啊！我拿电风扇给你。不要了，上车就好了。这样子。那现在是什么情况？来，看到没？爆炸了！嗯，爆炸了！看看，你看看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怎么好打换呢？不是换这一只就好，这个没有备料，这是特制的。特制的，你看这么粗，哇，这个是粗的。哎，所以现在是要把后胆换掉，对，然后换回原本的传动轴，换回原来的，对啊，但是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哎，应该会变得比较不好开，不会像昨天这么好开。再来，胎压不能低了，这个胎压再低的话，有可能。再换一次，还有快手市长，今天换他去冰的，应该去看一下我女儿讲什么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刚才跟我讲什么？笑没得面，我就揍你。你又揍我了，你看他要揍我，完蛋。不止一个人要揍你，我跟你讲。完蛋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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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一个人。接着行吗？去吧。不行也得行。换工资量换掉，你在店里都是说可以啊，然后在那边是不行也得行啊，对啊，不一样啊，场地不同啊，所以你现在要把整个胆换下来，是的，差耶，整个后胆耶，后工资量啊，全换啊，连喇叭、传动轴都换了、啊，我这大工程耶，这野战组的，看我都快吐血。然后在这边也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次的赛制，除了场地有变之外，对赛制本身也有做变动。像是组别的话，除了原本有的 N 组、B 组跟 A 组之外啊，有另外再多加开了一组叫 A Plus 组。那 A Plus 组，我们都把它叫做长青组啦，跟一些你知道比较厉害的、玩比较久的老前辈这样子。像是 A Plus 组里面的就是樱木哥啊，还有之前去 D1 跑比赛的戴小翔，然后还有 SDC 车队的王玉仁。对，那因为 A Plus 组再怎么说人数也比较少嘛，总不可能让他们你知道三台车去，然后就冠亚军这样。所以他们现在的比法就是在 A 组比完前三名之后啊，他们前三名会去跟 A Plus 组再比一次。所以假如说你又有赢 A Plus 的话，那你等于是有两只奖杯这样子。对，那我觉得这样的变动其实，有好有坏啦。那当然，一来是可以让比较多 B 组的人愿意再进到 A 组里面去，因为说真的，有些B 组的车手，包括我好了，就会觉得说，哎，我每次去 A 组，然后都是跟那一些人 PK 到，虽然说比赛不能这样想，但是有时候真的就是你在开始之前啊，你就会先觉得说这场应该是没希望了那种感觉，所以他们就特别把 A 组那些比较强的人啊放到 A Plus 组上面去这样子。现在技师团已经完全蛮翻了，因为一方面他们比较赶印度哥的车嘛，然后再来包包的车好像也有点问题，现在也在抢修中，在等零件。然后除了这个之外，他平常我们一些车手的换胎啊，他们也需要处理。慢慢掉一下，快吃哦！那个大车一直在脚下。哎，可以吗？加油！你们在搬什么？对啊，不是凉哎。然后我们现在除了比赛车之外，又多了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有人带了发电机，突然停机了。完了。对，目前最大的一个电风扇啊，目前没法用。完了。车手们应该合力的抢救我们的发电机，因为现在已经时间快接近中午了，很热，真的超热的，这台没办法动啊，这里面真的很闷。
对，那现在已经算是预赛前戏了。不过就像大家看到的一样，每台车的车底啊都多一个人。啊，没有，这台是刚刚啊，现在已经稍微放下来了。比赛嘛，可能在练车的时候啊，车子都会比较相对比较平安，但是在比赛的时候可能会比较轻松慌一点。但是没办法，因为比赛日就是这样的，可能会无形之中啊，把车子跟人推得很极限。对，我们车手在路上，他也在拍自己的东西。哎、欸，来 Peter 一下，来 Peter 一下。没有，来介绍一下你的频道，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君豪。那我的频道名字叫 Let's Play， 但是大家都只记得叫君豪，因为我在介绍的话是 BMW 的一些车款，因为我在卖 BMW， 然后还有的话就是我喜欢的比赛。这包含啊，金卡纳、啊、漂移啊、场地啊、拉力，我全部都会跟大家介绍。对，有兴趣可以看我的频道、哦。而且他是一个很厉害的车手哦，对不对？他是教练，他不是车手。这是我的教练。教练好。他好、哦，他习惯蒙面，对，因为他不喜欢让别人知道他是谁。哎，那我刚拍到的是谁？那个是老木，是外神啊，让给他徒弟掐嘛。不过真的要帮技师团队讲一下，我们可以专心在比赛，我们可以这样子能够开开心心的在聊天，是因为他们真的很努力。没错，那我们也很感谢他，真的要谢谢他们。嗯，最忙的永远都是他们嘛。是啊，像哥一样，他不能兼修车兼比赛，那个比不好。反正我们车手就是在旁边吃槟榔、喝饮料啊，然后拍自己的东西。不行，只是身为一个比赛的车手，我们不能做这些事情。哎，阿炳，你的传播来了。哎，总务股长，安姐，你看，安姐，他在哭哭了，因为我们两个技师躺在地板上。每一次都是这样子，对啊，真的每一次都是。你看，那他眼泪了，你看，带去看。来，白手。刚才眼眶红了。你好，其实真的很辛苦。你看他的脸。脸都红了，再放下。这个车目前已经快好了，那现在第一组预赛已经要开始了，那现在已经非常好了，所以现在准备要上场。好，加油！好，哎，哎，迟到喽！太过分了。他的开法蛮有意思的，但是比较属于那种狂放派的。好，来，卢德廷，二打五。哎呀，完美的错过了喽，完全闪过了，完全闪过，完美错过，对。好 ，S3 这个地方，哇，收了这么慢呐、啊！啊呵，哇，速度掉了，完蛋了，我要回正了，速度掉了，就要拉正啊，小心啦、啊，不要掉到坑里面。哦、啊，你要不要让人？没事，那里有个洞啊。他是担心收视率啊。他想创造收视率，收视率高峰就在这边。哇，很可惜哦，这个失误的其实蛮多的哦。S1 进去之后，加好第二趟，樱木赏第二趟，他的一号弯，来看一下怎么飞，来再看一下、哦、速度哦，四档哦，还用序列式四档飞啊，不然好快哦，哈哈，有飞用四档飞，好 S3，开的有点忙啊，坦白讲有点小忙。他昨天看的还比较好一点，讲实在的。今天也紧张了，是不是？没有啦，相对于昨天来讲，今天他开的比较保守。对。但是目前为止，在 A 组 A 加组里面，他目前是最高成绩。最高成绩。目前 A 组出来了哈，就是由樱木拿下了啊。那角度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。不过这场四缸劣势没那么大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大家都不敢冲啊。对。你看他来了，你看，哇，去了。来，速度拉起来！啊，慢了！啊，慢了！出去！啊，要不得！啊，
真的第今天第一个上场的来宾，掌声鼓励鼓励！哇，爬山的啦，小野赛变爬山赛了。没有，他是担心收视率啊，我们收视率没事没事吧？没事，吓死我了！我一进去我就啊，是啊，刹车踩着啊。好，上坡。你不要说你，我们也是啊，就啊啊啊啊！我那上面就是，没有坑的声音嘞，而且旁边那个跟我指一个，我就跟他指一个这样，我就下来了。好恐怖哦！还好车没事，还好车没事，真的还好。好恐怖哦！但是你第一圈跑得很棒。对啊，所以我想要第二圈要更快，好，还要更好。结果不要太开心，出事。今天这场比赛啊，有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。我们有开幕式要去参加，就是全部的参赛车手都可以去场上做绕场的动作这样子，然后同时还有线上直播，像是这一场比赛就是办的比较，我是觉得跟以前的比起来啦，就比较用心这样子。那我们现在我要坐廖俊豪的车，然后我们一起去场上绕一绕。我感觉好像明星哦，我跟你讲，我坐在车上我也是有工作的，我今天要负责拿旗子，对，我要负责拿这个旗子的好吗？哇，好帅哦！像旗帜哎，哇，帅帅帅，这样超有仪式感的啦，真的超帅，哇，比赛就是要这样嘛，对，那去前面呢就是车手的福利了。那至于我们队，好，对，福跟昌哥这次刚好也都缺席，所以我们就担任掌旗手的身份了。好，来，第一回合由刘嘉尔在捡王一宏在后，好来出发，来要飞了，樱木应该要炫技，来冲啊，冲啊，哇哇，樱木有序列杀的没有？哇哦哦，有杀住了，阿仁哥杀住了，樱木漏错失了漏，有点可惜。哇，阿仁俩拱啊嘞，阿仁抓狂了，哇，樱木的胎很黏哦，哦，这里竟然还能拉开，阿仁这里很快，樱木竟然还能拉开，天哪，天哪，哇，相当狠，好的，哇，樱木这个横向速度真的 S 三到 S 五出来，他怎么那么快啊？但是樱木很可惜的是，他 S 一那个弄。没有吃到，他又开始摸不到弄了。他 S 一好像有一点失误哈，稍微 miss 一点点，然后阿仁差点怼上去，对，差一点点，但是他有杀下来，他有两个都有收住了。对，好来，后面迪纳克歪掉啊，再来出发了，哎呦，好，王勇用比较，哎呀，王勇用比较也是没有摸到弄啊，两个一样，好看一下跑不跑得掉哦。还有差一点点，哦，有换位摸的，然后樱木这里有加分，技术分，又换位摸，哎，樱木的侧向真的很快啦，真的真的，他瞬间就粘上去了，而且他樱木先刺进去，再来等他，你一定会来，哎，樱木，哎，我们 S 四先生又被你弄死了，不是你们不是比完了吗？为什么要杀他？好 ，A Plus 组。那个，我们外面的喇叭稍微大声一点。A Plus 组，听不？听得到吗？听得到哈。然后第一个听得到的时候，我们先问你，樱木赏，你为什么把我们 S 四先生弄死掉？你转头看你的右后方 ，S 四先生。喂喂，太过分了！喂，比完赛太过分了，谋杀道具。好来 ，A Plus 组，今天第一回合。获得冠军的是在 S 三使用影子追走的刘嘉豪，恭喜恭喜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我们恭喜王一宏获得了亚军 A+ 组，恭喜，哇，那个厉害，今天厉害，真的厉害，对，突然在换位的时候，居然直接错开，哇，那好漂亮，真的漂亮，
差三米，你爸爸跟他爸爸亲到，对，而且就是同级的，超级的那种，爽不爽？爽啊！获得 A 组季军的是廖君豪，有请。获得 A 组亚军的是张泽源，有请。恭喜恭喜！获得 A 组冠军的是苏宗志，有请。请高举你们的奖杯。好，获得 A Plus 冠军的是来自于南港轮胎漂移车的刘家豪，有请。恭喜恭喜，哇，今天三位有非常精彩的演出啊。好，恭喜恭喜 A Plus 的组的车手。哎，好啦各位，我总算又回到旅馆了。天哪，今天跟昨天一样还是好热哦。那比赛办在七八月啊，那个天气真的不是开玩笑的，对人跟车真的都是很大的考验的。而且刚比赛到下午的时候啊，一度还有传出车手开车开到一半中暑的状况，所以大家就知道有多热了。我可能还是穿短袖短裤而已，但是在场上开车的那些车手啊，全部除了 N 组之外啦，全部都要穿全套的赛车服。对，那在第一天的比赛下，南港车队也算是拿下了不错的成绩啦。这次总共在第一天比完啊，总共抱了三次奖杯回家。首先第一次就是君豪拿的 A 组季军，然后再来就是怪手志的 A 组的冠军，然后最后当然就是我们的樱木哥，他也在 A Plus 组啊拿下了一支冠军。而且不得不说，在樱木哥最后一场是跟 SDC 的王教练追走的那一场啊，真的是超级精彩的。那个在现场看真的是震撼到一个不行，他那个一折身过去，我们就想说啊，完蛋了，樱木哥的车头可能要被扒掉了。结果殊不知没有，真的就是差几米里的那种距离，哎，真的是太厉害了。好啦，然后我刚在离开赛场之前呢、啊，还是有一些事情发生嘛，对不对？对，那就是其实我们今天车队的车子量的状况啊，都不是那么的理想啦。像是今天第一个发生问题的，大概就是我们的樱木哥，但是还好他发生的比较早，所以技师团队还有非常充裕的时间帮樱木哥把车子修好，甚至能够让他顺利参加预赛。但是后来像是其他人的车辆也慢慢的有一点状况出来，而且都是一些比较麻烦的状况。像是书包他的车，先是离合器总泵的出问题，然后在修好之后啊，后来又发生增压值会超压的情况，对，也是因为这两个原因啦，才导致他今天的成绩并不是那么的理想这样。然后再来另外一位车手就是我们的廖君豪，虽然说他拿了 A 组的季军，但是很可惜的啦，他在比完季军那一场之后啊，车子也是因为出问题，所以才没有继续上去这样。那他那一场刚好也是跟我们怪手志 PK 到，所以他就是选择弃权保护车辆这样子，但是还算是能够继续参加明天的比赛的状态啦。那除了车手之外啊，像樱木哥的学生他们其实也是有两台左右吧，也是都有发生一些小问题这样子。所以今天呢、啊，技师群真的是蛮长跑，就是在我们南港车队的帐篷里面，真的就是到处跑来跑去的，一直在修理，一直在修理，没有停。我真的没有看到他们有停下来休息或干嘛的。虽然说我是真的很想要去帮他们啦、啊，但是因为我之前都没有跟他们合作过修车的一个经验，所以我也不敢贸然的就直接进去，因为他们有他们做事的节奏跟默契在。那一个没有配合过他们的人啊，直接进去反而会让整件事情变得很糟糕，会变得很混乱这样子。真的每次比完赛都会觉得说，哇，那个我们的技师长啊，还有技师群们，真的都超厉害的。像我这次的影片应该比较多镜头去带到幕后所发生的一些这些事啊，所以大家应该都跟我一样有这样感觉吧，对不对？对，那总之在这边呢、啊，第一天的正赛也算在这边告一段落了啦。那接下来啊，就是明天的第二天的正赛了。那在这边呢、啊，也真的是希望明天我们南港车队的车辆跟车手都能够顺利完赛，拿下好成绩啦。那今天影片呢、啊，就先到这边吧。老样子，一样好累，我想要赶快睡觉了。那影片就先到这边吧，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。我是 PS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。二档 S， 哇！林碧如还是推头，没有林碧如推头，林碧如推头 ，on 打。哎，那看一下呢，什么东西？什么？哎，电瓶，电瓶掉出来，羞愧啊！一直变魔术啊！对对对 ，at at 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一直变魔术。他从哪里出来？我眼睛瞎了。哎，伟哥，你看。